2015年6月的一天，江苏省邳州市煎药庙村正在进行着一处宅基地退耕的工程。这只是一个很常见的项目，因此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但就在这天上午，当地的派出所却意外地接到了一起报警。我们接到有人报警，说施工的那个地方挖到东西了，就是煎药庙村，这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小自然村，那人说很可能下面会有东西。报警人的说法让民警们感到十分惊奇。那处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工地下面真的有东西吗？又会是什么呢？民警们满怀着疑问赶到了现场。这时施工还在继续，似乎并没有什么情况。就在民警们感到疑惑的时候，工地上却突然出现了一些异常。开挖掘机的正在施工的时候，听到砰的一声，是挖到东西的声音，他就赶紧下来，发现地面上出现一个1米多长、半米多宽的洞口，周围呢散落着几块青砖，是很大的那种砖，一看呢就是很有年代了。从洞口往下看是很深的积水，水面距离洞口大约有1米。附近的村民用竹竿往下试着水深，但是竹竿也没有探到底。施工的工地上竟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洞口，这让到此的民警们感到非常吃惊。而更让人好奇的是，这个来报警的人是如何得知此处可能会有东西的呢？就是20多年前，我们几户吃一个手压井，我就想在我的院子里面打口新井，最后都请了山东的师傅。头天晚上达到4米深的时候，遇到一层砖，但把砖打透以后，陡然的掉下去去。到第二天再打，换个地方再打的时候，又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可以肯定的说，下面是空的。20多年前的这件事，在当时却并没有让村民们有太多的惊奇，因为在当地的传说中，此处在很久以前曾是一座叫做煎药庙的庙宇，后来这座庙宇发生了坍塌，此后便一直无人问津。在一次次的运河泛滥中，这座庙宇的遗址逐渐被淤泥掩埋，不见踪影。村民们认为，这次很可能是发现了多年前被掩埋的煎药庙。在这个洞口被发现的当天，邳州市博物馆便得到了消息，博物馆在第一时间便派人赶赴了现场。在初步的勘探之后，专家们很快确定了这次发现并不是煎药庙的遗址。这个煎药庙呢是一座土庙，在发现青砖的时候，村民就意识到这应该不是煎药庙的庙址。当地村里呢一些有威望的、有知识的一些村民，他们推测这应该是一座古墓。煎药庙村发现古墓的事情迅速传了开来，周围的村民们都闻讯赶来。大
家好奇地围住这个挖开的洞口，出土的砖块让居住在此多年的村民们感到十分新奇，他们纷纷对这座古墓做着猜测。有人推断说，这应该就是乾隆皇帝妹妹的墓葬。这个观点一出来，就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这是怎么回事呢？煎药庙村是江苏省邳州市新河镇的一个小村落，这里紧邻着大运河畔的落马湖和黄墩湖。而当地之所以被称作煎药庙村，正是源自于当地曾经的庙宇煎药庙。当地的老百姓呢，当时有一种传说，是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他的妹妹就去行驶到在我们现在的陈滩村的时候，他的妹妹忽然病了呢，就是找了一个当地的郎中来给他看病。当时因为用的是中药嘛，要煎药，后来呢就是改名叫煎药庙。乾隆皇帝的妹妹在病情稍有好转的时候便重新启程，但是最终还是病死在离煎药庙村不远的一个小镇上。正是因为当地的这个传说，所以村民们才会很快便联想到这个古墓会不会就是乾隆皇帝妹妹的墓葬。众说纷纭之下，邳州市博物馆与江苏省考古研究所迅速组成了一支联合考古队。这支以马永强为领队的考古队很快便赶往了挖掘现场。这个墓地发现以后，我们对这个墓地的一个具体情况还是不是太了解，所以说是在我们考古抢救性考古发掘以前，我们考古队为了防止这个墓地被破坏，所以就很快就进场了。考古队迅速展开了工作，拥有丰富经验的考古专家们通过对洞口处散落的砖块进行分析，确定了这些砖块是古墓墓顶的墓砖，而这处古墓也根据墓砖被推测是一处东汉墓。墓砖呢，它各个时期呢，它这个是有区别的，是吧？比方说这个像汉代，它的这个墓砖它都是比较大，然后到了这个东晋啊六朝时候呢，它的这个墓砖呢就相对来说就变小，然后到了这个宋代到明清时候就变得更小。煎药庙村出土的墓砖既长且宽，形体较大，很符合汉代墓砖的特点。此外，墓砖上的纹饰似乎也在佐证着他的汉墓身份。各个时期的墓砖的话呢，它是有各个时期的这个烙印，它每个一个它的这个规格跟尺寸，另外呢它的制砖的这是方法，比方说在砖上留下的这种纹饰，比方说背后留的麻布纹，留的这个绳纹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说从考古工作人员的从墓砖上一看，基本上就可以敲定这个墓属于什么时期的。考古专家们根据以往考古的经验，从墓砖的特点上推测出此处应该是东汉晚期的墓葬。而邳州的地理位置也让专家们认为这是一座汉墓的可能性极大。邳州坐落在江苏省北部，隶属今天的徐州。
在历史上，邳州是属于典型的汉代文化区，这里不仅尚存许多的汉代建筑，而且在近些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非常多的汉代墓葬。因为我们在邳州也发现了很多的汉代墓地，在发现简永庙墓地之前，我们在河湾发现了100多座汉墓，在不远的汕头也发现了50多座汉墓，他们都是砖石墓，所以初步认定这个简阳庙的墓地现在为汉代墓地。墓葬被确定为东汉墓，那就推翻了之前村民们所说的清代皇姑墓的推断。而就在考古人员将这座墓葬断定为东汉墓的时候，却意外得知了一个可能和这座墓葬有关的秘密。因为这个墓地上原来住的是一个姓夫的家族，他们这个家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他们住在这个地方是不允许深挖或者是建比较大的房子，所以说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怀疑这个家族，这个姓夫的家族会不会是为这个墓地守墓的，或者是这个墓地的守墓人。这给考古人员们打开了一个新思路。正当考古人员准备查询相关文献的时候，一个当地的教师在查阅了族谱和相关的地方县志文献后得出结论，认为这里可能是汉代一个福姓皇妃的墓葬。因为这个墓地呢是发现在这个村民的家的下面，所以他们总是觉得是不是与他们这个家族有关系，众说纷纭，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还有一种猜测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地方是不是与一个汉代的妃子有关，至于这个妃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并且这个妃子为什么会埋在这个地方，都是没有什么依据的。邳州监要庙村到底是不是这个汉代皇妃的墓葬呢？考古专家们决定通过考古工作进行深层次的探究。考古专家们准备展开进一步的发掘工作，但在正式发掘前，却在紧邻着这座墓葬的位置又发现了一座规格相仿的墓葬。新发现的墓葬在之前墓葬的西方，据发掘的方位顺序，考古专家们对墓葬进行了编号。我们一般都是从西向东依次对号，一号墓是我们它是为最西说，所以说我们编号为2015P9M1，认定为一号墓。一号墓的墓顶在施工中被挖坏了一角，考古队员们在观察的时候，根据露出的部分墓顶来判断墓葬的规模，认为墓葬规模较小，工作量应该不大，因此果断地展开了发掘工作。一号墓被挖开的洞口也有着很深的积水，考古队员拿来抽水设备进行抽水。这个墓葬发现的时候，反正是从表面来看，这个墓葬很小，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很小的抽水机，抽啊抽，大概抽了大概有40分钟，我下去头伸看下去看了一下，大概下去了只有大概5公分那么高一点。这让考古专家非常疑惑，他们怀疑是别的地方的水源在一直不断的灌进来。就看这个水位吧，怎么也不下去。我头伸下去探了看了一下，
这个墓葬还是比较大，因为这个水比较清嘛，墓下面是四通八达，并且有好多铜器。这个发现让考古队员们非常震惊，这个古墓的规模已经超出了考古队原本的预计。考古队将这个消息迅速上报到了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引起了考古研究所的高度重视。当时消息传出去之后，我们的法救工作就暂停了。暂停之后呢，就是上级来我们开一个现场会，讨论是不是发掘不发掘。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很快做出决定，要求考古队改变之前所采用的抢救性发掘的方式，提升发掘的等级。但是就在考古专家们打算进一步展开考古工作的时候，一处新的发现却让大家都陷入了很深的疑惑。对这一批墓葬进行清理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墓葬的砖石的外面有一层石灰，并且在这个墓室的内部也刷有石灰。这个发现让考古专家们大吃一惊，这在以往的汉墓发掘中是很罕见的。我国虽然在公元前七世纪便开始使用石灰，但是石灰层包裹墓室的内壁在以往发掘的汉墓中很少见到。外面的砖用灰灰包裹得很厚实，在里面墓室里面也有很多的灰灰。在这个现象在东汉时期是很少见的。考古队中有人就此认为，这处可能是明代的墓葬，因为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发现石灰包浆的情况多为明代墓葬。我们是有一些争议的，因为这个石灰浇浆墓呢，在明清的时候是非常常见的。然后呢，我们就有的队员就认为这应该是明清时候的墓葬。但是呢，在明清时候来讲，这个石灰浇浆墓像这种大型的非常少见。那这处墓葬到底会是汉代的墓葬还是明清时期的呢？考古专家们对此争论不休。就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在一号墓发现以后，我们又在一号墓的西北发现了另外一座和一号墓形制差不多的墓葬。经过勘探，我们在这两座墓的东侧又发现了有七座砖石墓葬。在同一地段发现了九座大型墓葬，这是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考古专家迅速行动起来，全力投入到新发现墓葬的发掘和清理工作中。在这个墓葬发现以后，南京博物院和我们考古所的领导都来了，大大小小的会也开了好多次，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墓葬和墓地的保护和发掘的一个情况，并且呢，这个被列入2015年的月的重点工作。为了解开困扰已久的对墓葬时期的疑问，考古专家们决定迅速展开对墓葬的清理工作。由于墓葬里大量积水，所以考古专家们先展开了抽水工作。抽水工作尚未完成，考古专家们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对墓葬的整体结构做进一步的研究。考古专家们在研究炫顶时很快发现了一些异常。
我们这次发现的这些墓葬呢，基本都是这个券结构，它两侧的墙壁，有这个平铺的砖和竖铺的砖，而明清时期的砖，砖石墓呢，一般都是以平铺的砖为主的，很少会见到有这个竖铺的砖。炫顶就是墓葬的墓顶，在中国漫长的丧葬历史中，炫顶也经历了很多变化。考古专家们可以通过炫顶来帮助判断墓葬的年代。我们发现的这批墓葬，它这个券顶外面都有一层薄薄的石灰，而这个明代的墓葬，特别是这个椒浆墓，或者是砖石墓，外面都有一层很厚的石灰。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觉得这些批墓葬应该是它的时代应该不是明代的。因为各个年代的墓葬结构都有所区分，所以考古专家们在观察到炫顶的形态之后，很快就认定了这里应该是东汉的墓葬，而并非明清墓。墓葬是明清时期的推测遭到了否定，而东汉墓的推测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考古专家们虽然仍对东汉墓中存在石灰包浆这件事感到不可思议，但还是断定了此处应该就是东汉墓。在随后的时间里，考古专家们耐心地等待着墓葬抽水工作的结束。抽水工作一共持续了两天。等到抽完水后，考古专家们进入了让人产生各种遐想的墓室，零距离地看到了它。这座墓葬呈南北方向，是带斜坡墓道的前后式砖式墓。墓葬的南北长15至20米，东西宽约3至5米。砖室外用石灰包裹，内壁皆本有石灰层。墓道处在北方，墓顶都是拱形顶，墓门都用石板封堵着。我们把这个墓门打开以后，就看到里边有好多随葬品，有铜灯，还有一些陶器之类的东西。在墓葬中发现了很多陪葬品，这让在场的考古专家们都感觉非常兴奋。除了铜器、陶器，考古队还发现了瓷器。青瓷，而瓷器是考古工作中断代的最重要依据。中国制瓷的历史悠久，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制作风格往往也有差异。青瓷的出现让专家们对原来的推断产生质疑。这里可能并不是汉墓。如果在汉墓中发现全釉的青瓷，那将是一个改变考古史的大事件。考古人员们迅速把资料传到江苏省考古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墓葬里面出土的这个随葬品呢，是断定这个墓葬时代的重要的一个标志。那这个墓地里面第一个发现的就是一号墓，一号墓里面出土的像那个盆口壶，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瓷器，一看就知道是这个西晋时候的标准器。也就是说，
专家们通过瓷器的种类和器型两方面的考证，完全地证明了监要庙村的这处墓葬并不是汉代墓葬，而是近代的墓葬。但近代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西晋有51年，而后来的东晋也有103年。那么这座墓葬的具体时期是什么时候呢？考古专家们在此遇到了难题。根据发掘出的墓葬规模，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一处罕见的高规格墓葬群，但在随后一系列的清理工作中，考古专家们却在此发现了许多制作很普通的陶器。而依据这些陶器，考古专家判断这是一座西晋墓葬。为什么专家们能凭这些并不珍贵的陶器就能判断这座高规格墓葬的年代呢？原来在秦汉时期，国力昌盛，民力富强，因此厚葬之风盛行。而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常年战争，国力衰败，薄葬渐渐流行起来。这个东汉末年，这个社会这个动荡，对吧？这个特别是到了这个从东汉到三国时期，啊，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比较大，那个生产力呢遭到了破坏，所以曹操呢，他就当时就推行这个薄葬，推行薄葬令，就是他们这个宗室的墓葬都是不竖不封的，就是他的墓葬里面不招高大的封土啊，然后呢不种树，那个在墓室里面呢不埋葬大量的这个随葬品。当然，曹操推行薄葬还有别的原因。战乱没有钱，国家没军饷，连军队都稳不住，你还当皇上，你还领，因此他把大量钱才弄那去，不但弄那个，他还得挖别人的墓，因此收挖你墓干什么呢？就收金都尉，把那东西拿出来来保证自己的军饷啊。在这种背景下，因此越来越薄葬。曹操首开的官方盗墓行为和他所颁布的薄葬令，对东汉后期及西晋的影响很大，当时的人纷纷实行薄葬。但是为了能够在薄葬中依然体现出死者较高的身份，当时的人就往往仿制陶器来代替秦汉时期陪葬的青铜器。也就是说，这座高规格的墓葬中出现的大量陶器就可以作为西晋墓的一个最好的证明。而考古队队长马永强也提出了相应的支持观点。这次发掘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是这个青瓷和这个陶器，就陶器而言，和东汉时期的风格和这个器型是比较接近的，但是这个瓷器呢，主要是西晋时期的一个典型器物，也可以说是西晋时期的标准器，所以从这一点来分析，这批墓葬的时代应该是西晋时期。至此，邳州市新河镇监要庙村的这处墓葬群终于被确定是西晋墓葬，这是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这处墓葬群竟然一直保存完好，从没有被盗过。如此大规模而且从未被盗过的西晋墓极为罕见。邳州市隶属的徐州一直以有山便有墓而闻名，
古墓众多，因此历史上一直有大量盗墓分子在此活动，没有被盗的墓葬极少。但是为什么这次发现的墓葬群可以保存得完美无缺呢？因为它这个墓地是一个高墩，它要比现在的地平面要高出很多，要3米以上。它这是一个村子，一直都有人住，所以说没有盗墓者进入，所以说保存得这么好。在考古的过程中，考古专家们还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在西晋时期的这处墓地里，发现了大量的画像石。而这些画像石却是汉代的风格。这个是东汉风，这个是赤马出行，都是应县啊，那都是东汉。应县客是东汉晚期的东汉东宋。那一块是双龙啊，哦，那可以。画像石就是雕刻有图像的石材，这在汉晋时期的墓葬中十分常见。但是为什么在这处西晋的墓葬中会发现有东汉风格的画像石呢？一些专家们认为，这些画像石很可能就是从汉代的祠堂或者墓葬中搬运来的。这次墓葬中发现的画像石，也就是我们苏北地区一种特殊的一种墓葬形式，它也就是对东汉画像石墓的一个再利用。你比如说，把东汉的祠堂这画像石拆除下来，用来做这个我们像西晋的，特别是魏晋时期的一个墓壁。这个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但是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的所长林留根却认为事情并非如此。他是从这个东汉时期过渡到西晋时候，在墓葬上面遗留下来的这个风格，并不是说我造这个西晋墓，我在别的地方我收集了几块画像石来放到这个墓里来。显然林留根认为这些画像石是西晋生产的，并非从东汉建筑中拆除而来。那么林留根这么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画像石呢，它这个内容和题材呢是非常丰富的，但就我们这次这个西晋墓里面，它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啊，它不像这个东汉时候，它有很多这个墓主的这个车马出行啊，或者是这个祥瑞的这个神兽啊这一类的东西，或者人物故事啊，就没有这一类非常丰富的东西。就东汉时候的画像石，它就像小说连环画一样的，它是一整套一整套的故事。那这次西晋墓里发现的这个画像石，实际上它已经非常简化了。原来魏晋时期崇尚薄葬，画像石的内容相比汉代也大大简化了。考古专家就根据这个来判定，这些画像石的年代其实也是西晋时期。2015年底，专家们在清理二号墓和三号墓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在发掘的过程中发现，这个二号墓打破了三号墓，并且把三号墓的东部这一块这个破坏掉了。这个千年前的施工事故立刻引起了考古专家们的注意。专家们经过分析后认为，这处事故的原因是二号墓在建造时定位不准，意外地打破了隔壁的三号墓。这种施工中的意外本身并不罕见，但是让专家们感到奇怪的是，
为什么这两座墓葬会埋葬得如此之近呢？近到在施工中一个小小的意外就能发生事故。这两座墓葬主人之间一定有着很亲密的关系。专家们就此猜想，这处墓葬群很可能就是一处家族墓葬群。但仅凭这一点就判断这是一个家族墓葬群，显然有些武断。于是考古专家们对这些墓葬的位置分布展开了详尽的勘探和研究。在考古队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发现了新的证据。通过我们这个发掘工作，可以发现这个所有的墓葬都是由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顺延的，而且它们的距离都相当的短，就是全部在一个范围内，范围很小，然后它们的墓葬结构呢基本相似，另外根据它们的出土器物判断年代都非常的相近，然后通过这些现象结合以前的发掘经验，判定这一处应该是一处家族墓地。也就是说，这九座墓葬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建造的，这个规律在考古学上叫排葬。这是墓葬，它就是排葬，就是作为家族墓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这次发现的这个九个大墓的话呢，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排葬的规律。像这个家族墓呢，因为像这个六朝时期很多的这个世家大族，它的墓葬呢都是排葬的，就是按照他这个辈分、跟年龄跟辈分，啊，来进行这个排葬。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九座西晋时期的墓葬组合成的墓葬群，的确是一个家族墓葬群。考古专家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但更令专家们好奇的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墓葬的主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专家们往往能够通过墓志来了解墓主人生前的一些信息。墓志上一般详细记载了墓主人生前的一些事件，这些资料能够帮助专家们很容易地就确定出墓主人的身份。但是专家们发现，在这次尖耀庙村墓葬群的考古工作中，却并不能使用这个方法。如果到了东晋时期，啊，再往后发展，到了东晋时期，墓里面它有墓志的话，那就完全可以把它排出来。但是在这个西晋墓九个墓里面呢，很可惜没有发现墓志，因为那个时候不流行这个墓志。原来墓志虽然起源于东汉时期，但是却要到东晋才开始流行。在西晋墓中一般很少有墓志的存在。既然西晋时期缺少墓志这种记载了主人生平资料的东西，考古专家们又该如何来证实墓主人的身份呢？考古专家们想到了一个在大型墓葬中很常见的一种东西，这个东西虽然没有记载墓主人的生平，但是却也能够记载墓主人的一些身份信息，这个东西就是买地券。顾名思义，买地券就是指购买土地的一个凭证。买地券它一般就是埋在墓地里边，但是它并不是一张纸，它有金属的，也有石头的，也有这个篆刻的。它上面记录一些这个关于这个墓地的主人的姓名、身份，还有一些其他的详细信息。通过买地券，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墓地到底是哪个家族的家族墓地，或者是哪个人的墓地。通过买地券记载的这些信息，考古专家们就能很轻松地判断出
墓主人的身份。让考古专家们感到十分奇怪的是，尽管买地券是大型墓葬中一个很常见的随葬品，但是经过了专家们的反复寻找，在这次邳州尖要庙村的考古中却并没有发现买地券。这个情况呢，我们现在有几种推测。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地券的主人在当时就是个地券被他弄丢了，或者说没有埋下去。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在当时这个家族墓群的这个划分范围呢比较大，而我们此次这个发掘范围呢比较小，并没有发掘到。在墓葬中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能够用来证明墓主人的身份，这让考古专家们感到有些失望。但是尽管缺乏一些直接的证据，长期从事考古工作的专家们却依然根据这个西晋古墓群里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由于东汉末年战乱不断，经济衰退，曹操极力推行国葬制度。到了西晋时期，曹操的政策影响依然很大，西晋贵族依然实行国葬制度。但在尖要庙村墓葬群中，专家们却发现了大量珍贵的随葬品。这是一枚铜制的金铛，应该是女性的一种装饰品。这是一件焦斗，青铜制璧，用来加热羹汤的餐具。这是一件瓷罐，通体刷有黑釉，造型朴拙优雅。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呢，这个西晋墓地呢共出土近400件文物，这在薄葬之风盛行的这个西晋时期呢是十分罕见的。让人惊讶的是，尖要庙村墓地出土的器物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很多陪葬品十分珍贵，仅青瓷一项便已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件青瓷钵，釉色匀称，胎体厚重，闪耀着一种质朴的灵光。这是一只青瓷碗，触感光滑，外形圆润优美。这是一个青瓷水柱，应该是一件文房用具，用来给砚台加水用的，极其罕见。专家们相信，这些青瓷应该是来自浙江的越窑。越窑出产的青瓷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奢侈品，而且越窑的所在地离邳州很远，瓷器本身又是易碎品，往来运输十分不便，因此在邳州出土的青瓷便显得更加珍贵。尽管青瓷是如此珍贵，但是在尖要庙村墓地却出土了100多件青瓷。在西晋的时候呢，流行的是薄葬，但是从我们一号墓发现的器物来说，达到83件，也就是说陪葬相当丰厚。如果说他没有墓主人没有相当雄厚的财力和非常高的地位，是达不到的。所以说我们认为他这个墓主人的身份非常高。这些出土的陪葬器物
充分说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相当之高。但是西晋从公元265年到公元316年，横跨51年历史，这段历史里的邳州地区有很多显赫人物，那这个墓葬群的主人是谁呢？有人想到了石崇。石崇字季伦，是西晋时期有名的传奇人物，他不仅身份显赫，而且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关于他的财富，长期以来都有许多传说，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和王凯斗富的故事。就是说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赐给这个王凯呢一个三福树啊，这个王凯很得意啊，就拿着这个三福树呢去找到石崇，向石崇炫耀。石崇呢拿过手的一把就砸碎了，扔的砸碎了，这个又叫家他的家人啊，从他家里面拿出更大啊更好的这个三福树来啊，送给王凯。但如果仅凭显赫富有这一特点就推断墓主人是石崇，那就太草率了。之所以有人认为墓主人是石崇，还因为石崇曾经做过西晋太仆，负责徐州等地的军事，驻地就在邳州。当时的邳州叫下邳。石崇后来因为牵扯进八王之乱而死于非命，死后几经波折，又被以九卿之礼下葬。但是，这位曾经的巨富究竟埋葬在何处，谁也说不清。这个建岳庙西晋墓地的发现也是在下邳的附近，而这种高规格西晋墓地的出现，有很多人猜测可能与石崇家族墓地有关系。在邳州一带，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都认为石崇死后一定会被埋葬在下邳，原因却不仅仅是因为石崇曾在这里做官。这个应该与石崇的在童年时的经历有关系。他的父亲石宝是当时或魏晋时候的一个名将，曾经做过徐州刺史，而石崇从少年时代一直跟随父母居住在下邳，后来呢他又是调任过下邳的监军，所以说他对这个下邳的感情非常深。虽然有些专家认为此处可能是石崇的墓葬，但是考古队队长马永强却并不同意。石崇和这个下邳的关系比较紧密，基于这点我们就推断这个墓地是不是和石崇有关系。但经过查资料我们发现，石崇是在洛阳被杀的，所以这个石崇埋在洛阳的几率应该是比较高一点的。而我们这个西晋墓地应该与石崇的关系不是很大。除去史料的因素，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的所长林留根也从陪葬品的角度提出了一些看法。如果是石崇的话，我想墓里的东西应该更多，因为石崇是当时的这个，对吧，他是这个首富，是不是，他的这个财富是这个富可敌国的这么一个状态。马永强和林留根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专家的认同。那么既然推测此处与石崇家族无关，墓葬里埋葬的又会是什么人呢？
在邳州尖要庙村的这次考古工作中，考古专家们清理出了大量的兵器，诸如环首刀、铁剑、铜弩机等等。其中一件铜弩机的发现让专家们感到有些意外，因为这个铜弩机刚出土的时候是出土在棺材里边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分析可能是作为墓主人的一个随身的兵器。这件随身兵器的发现让人想到此处墓葬的墓主人会不会是一名武将，但这个推想很快遭到了质疑。经过专家研究，发现这个弩机它并不是放置在棺材里边的，而是放在棺材顶上的。经过一千多年的棺材的朽化，朽烂以后，这个弩机从棺材的顶上直接掉下去，落在了棺材里边，并且和棺材里边的随葬品混在一起。西晋时期，兵器置于棺材上方随葬是一种普遍的习俗。兵器是用来辟邪的器物，但是这只能说明墓主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属于富贵家族。除此之外，不能为专家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这样，专家们只能寄希望于从接下来的考古工作中找到新的线索。2016年初，在对五号墓的发掘中，考古队员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刻有“赵春为”三字的墓砖，这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赵春为显然是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会是谁呢？会是古墓的主人吗？赵春为几个字刻得比较潦草，也不够规整，而且发现在比较偏僻的挡土墙上。如果墓主人是的名字的话，应该刻得很显要的地方，所以这显然不是墓主人的名字。既然这个赵春为不是古墓主人，那么他会是什么人呢？他的名字又为什么会被刻在墓砖上？我们在这个墓葬的一块砖上面发现了赵春为的刻名，这个刻字呢，一般都是工匠或者是修墓的工匠，刻上去的，是一种涂鸦，与墓葬本身或者是与墓主人没有太大的关系。2016年春，考古工作已经接近了尾声，在八号墓的清理工作中，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块特殊的墓砖。鼻子砖厚，这个砖窄是不一样，就这一块，这个墓地里就发现了，这是第一块砖，就是下起薄，它后面它是一个重薄显薄效果。专家们经过辨别，认为这块木砖上刻的是“下邳国县县中里某显薄重薄效薄”的字样，这些文字的具体含义还有待专家们的考证。但是，专家们可以确定的是，既然在墓葬中看到了下邳国的字样，那么这个墓葬的主人一定是属于这个下邳国。西晋下邳国是西晋时的一个小诸侯国。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将自己的堂弟司马晃封为下邳王，此后直到公元311年。石勒攻破下邳，下邳国灭亡，这个小小的诸侯国存在了31年。墓葬的主人竟然是下邳国人，这让考古专家们十分兴奋，但依旧不能确定墓主人的具体身份。专家们注意到，
在这些墓葬的墙壁上总有一些黑色的线条，这些线条画在石灰之上，这些线条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让专家们疑惑不解。从历史上讲，时间短短的52年，短短52年，那么从我们这个墓地看起来，我感觉应该有葬。2017年1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云集在监要庙村墓地，专家们对发掘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展开了深度的交流。专家们认为，这些黑色线条应该是一处壁画，那么能不能从这些壁画中找到墓葬主人的信息呢？这就是这种跟这种，就是这个黑色的，这种斗拱啊，房屋结构，对，我是说这个颜色，你看里边不是也有一层吗？这是一层，埋到第一个人的时候，估计是画了这一层，这第二个人下葬了以后，再画这个，老师你看这个墙上这个，对，它有二次，这是第一次的，这是第二次的，这个叫他们那个说是叫影座。原来这些壁画非常特殊，它们既不是人物画，也不是叙事画，而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壁画。专家们把这种壁画叫做影作。在墓室里面呢，它也涂了一层石灰，它除了美化之外呢，还在石灰上面呢，就是做一些这个线描，来画出一些斗拱啊、柱子啊，表示啊，这是墓主生前是住的那个房屋的那种样子。尽管影座没能带来墓主人的具体信息，但是专家们却从影座来推测，这个墓葬可能是一个贵族墓葬。并且这个墓葬里面呢，它还有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线描，就是影座这一类的东西。就是画出来像那个壁画一样的，啊，这样的线条，这样的话呢，都是证明这个墓葬具有一定的这个规格，啊，所以说从这些来推断，它就是一个贵族墓葬。考古专家们认为，这些墓葬本身的建造体例也能证明这就是一个贵族墓葬群。这个墓葬群里的一个墓葬的南北长达15到30米，东西宽达3到5米，高度超过2米。这种建造体力应该只有显贵阶级才有的。如果一般的富户建造如此体力的墓葬，应该是僭越行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有些专家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西晋时期礼崩乐坏，富家大户往往也会兴修超过自身社会等级的墓葬，仅从墓葬的规格不能判定这里就是贵族墓葬。究竟是一般富家大户的墓葬，还是显贵的墓葬，一时很难达成一致。直到一个重要文物的出土，一枚五铢钱。现在，这枚金色的五铢钱静静地躺在邳州市博物馆里。五铢钱是中国钱币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金属货币，每一枚都重五铢。所以便被叫做五铢钱。本来是很普通的一件文物，但这枚其貌不扬的五铢钱却大有来头。一般的五铢钱是铜制的铜钱，
但是这枚五铢钱却是通体黄金打造的。而且金五铢钱一般应该是过去的高等级的遗址和墓葬里存，不一般很难见到的，数量很小，金饼都比金五铢出的多。你看这海昏侯墓一个墓出了多少金饼，300多个金饼，金五铢很少。金五铢钱不仅出土的极少，而且在已经出土的金五铢钱里也有着很大的区别。我见的皇帝的那个汉宣帝杜陵的遗址里出的鎏金五铢。什么叫鎏金？铜的上镀着金，金粉。因为金五铢，我觉得也反映了这个墓主人的地位。一般皇帝陵墓的五铢钱都是镀金的，但现在出土的这枚五铢钱却是纯金铸造的。专家们指出，在汉晋时期，虽然高等级墓葬的规格会时有僭越，但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却绝对不敢僭越。比如最近发现的海昏侯墓，它里边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比一般的烛光还多，但是它也不敢僭越。虽然说他曾经做过皇帝，但是下葬的时候他毕竟是侯，所以说这个礼制它是不能僭越的。从墓葬中的随葬品，比如说是金缕衣，它就没有，只是在身下有一片这个琉璃席。也就是说，仅凭这枚金五铢钱，我们就能断定这处墓葬群一定是西晋诸侯国下邳国的贵族墓葬。考古工作即将结束，但是对墓葬主人身份的考证却陷入了停滞，似乎这注定要成为一个谜团。2016年9月，在离尖耀庙村墓地仅仅10几公里的睢宁县，另一项考古发掘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考古队找到了一个古代城市遗址，专家们很快得出结论，这里就是西晋时期的下邳城。而这个下邳古城在西晋时也就是下邳国的国都，换句话说，在离尖耀庙村墓地仅仅10几公里的地方发现了西晋下邳国的古都。这个发现给尖耀庙村墓葬群的考古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进展。原来汉代晋代时期分封的诸侯王死后一定会被埋葬在自己的封地，而此次发现的西晋下邳城和尖耀庙村墓葬群之间却正好只有短短的10几公里，而西晋时下邳国范围很小，在这个范围里能够拥有如此高规格墓葬的只可能是下邳国的统治者。考古专家们据此推测，这个墓葬群可能就是下邳王的墓地。下邳国统治的这个范围它是非常小的，在这么小的范围之内就行这么一个这个规模的这个墓葬，哎，时间空间都把它限定在这个下邳国，都指向它就是这个下邳。我们这个考古推测它就是这个下邳王，西晋时候的下邳王所在的地方，这个9个墓应该就是西晋时候的下邳王的墓葬。
专家们相信，尽管还缺乏一些直接的证据支撑，但墓葬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下邳国的诸侯王。2015年7月的一天，监要庙村一号墓的发掘正在紧张进行。一位考古队员在清理墓葬前世的淤泥时，突然发现两件外形十分奇特的东西。考古专家们用刷子小心翼翼地清理着这两件器物上的淤泥，很快看到这是两件贝壳材质的东西，它们通体呈半圆形，造型有些酷似鸟类。这两件东西都有些破损，但隐约可见一层鎏金。当时发现这个东西的时候，它的形状比较怪，它的形状样子像一只鸟，对它的名称或者是它的功能我们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考古专家们小心地清理着这两件文物，因为谁都不认识这两件器物。考古队员就给这两件器物拍了照片，然后传给了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林柳根。这两件特殊的器物让林柳根非常震惊，他迅速认定它们应该是极为珍贵的鹦鹉螺杯。这个鹦鹉螺杯呢，就是说我见过，对吧？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墓葬里面和博物馆里面见过，就知道这个鹦鹉螺杯代表着这个贵族的身份。这个一般在普通的墓里面很少见到这样的东西，一般考古队员是很难见到这样的东西的。鸬鹚勺、鹦鹉杯，百年36000日，一日需清300杯。李白的名句广为流传，但诗中所写的鹦鹉杯究竟是什么样的器物，却很少有人知道。现在，通过此次西晋墓葬群的考古发掘，我们终于可以看到1000多年前李白所写的鹦鹉杯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了。我们在与邳州博物馆沟通之后，获得允许来拍摄这两件重要的文物，从而有机会通过镜头向大家展示这两件绝世奇珍。但遗憾的是，由于鹦鹉螺杯有些损坏，而且尚未修复，邳州市博物馆暂时将它保存在水里。这两个鹦鹉螺杯是一大一小，它的外形呢像一个鸳鸯，这个它都是铜扣鎏金的。鹦鹉螺杯上面这个装饰，在这个大的上面也反映的不是太清楚，因为有些是破坏，这个特别是这个小的这个尾部这一块特别清楚。你看这个有点像这个鱼翁一样的装饰。2017年1月1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聚集在邳州市博物馆，共同研究着这个西晋古墓出土的珍贵文物。这个是鹦鹉杯，鹦鹉杯，鹦鹉螺杯，这都是高级的了，这是高级的，这是高级的，三个了，这个是那个上有配套的吗？戴帽，这个要修，这个要修，应该是比较好修，但是这个数据都能出来的，对吧？数据都能出来，能出来的那得糊涂啊。由于这两件奇珍的修复工作尚未展开，我们暂时看不到它们的完整样貌。
但我们还是让三维动画师通过特效还原了鹦鹉螺杯原有的模样。我们可以看到鹦鹉螺杯的杯身中有许多隔舱，而杯子的舷尖处弯向气口，看起来仿佛一只栩栩如生的鹦鹉转过头来梳理自己的羽毛，整体形象非常生动。考古专家们在讨论鹦鹉螺杯修复的相关问题时，对这个鹦鹉螺杯的来源感到非常好奇。鹦鹉螺杯是由鹦鹉螺加工而成。鹦鹉螺是一种珍稀的贝类软体动物，十分罕见，而且鹦鹉螺的产地也并不在中国，而是在4000公里之外的印度洋。印度洋里出产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披州的这处古墓里呢？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西晋的下邳国。海上丝绸之路是当时中国与西方海上贸易路线的统称，以中国广西合浦、广东番禺、福建泉州和浙江宁波这四个港口城市为起点。每到秋冬时期，东南季风来临，大量满载着丝绸、茶叶和瓷器的商船便扬帆起航。他们途经今天的泰国、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一直到达印度。从印度开始，海上丝绸之路又分作两路，一路继续往北到达波斯、埃及等地，另一路则往西南方向而去，到达索马里、肯尼亚等地。这些商船在返航的时候，自然也会将各国的物产带回中国。此次西晋墓葬群里出土的鹦鹉螺杯就应该由此而来。但海上丝绸之路往北只到达浙江，而下邳国却在今天的江苏北部，离浙江还有700多公里。对此，专家们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我觉得这个墓出在哪儿呢？出在了浙江以北，而且出在苏北。出土的东西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过来的。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海上丝绸之路绝不止到浙江。应该说，在1700-800年前，这已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活动区了。但对于这对鹦鹉螺杯，有专家提出了一个新的质疑。这个质疑就源于杯上的鎏金。古代的鎏金工艺呢，就是把这个金粉溶解在血液里面，然后涂抹在这个金属的这个表面，等到这个水银呢这个挥发以后，这个金纹呢就固定在这个金属的表面。我们看到鹦鹉螺杯的口部镶有鎏金铜边，而鎏金是中国的一项传统工艺，远在1000多年前的西晋，其他国家不可能拥有这种工艺。换句话说，鹦鹉螺虽然来自印度洋地区，但鹦鹉螺杯应该是中国工匠做成的。最后，专家们得出结论：印度洋出产的鹦鹉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历经4000多公里来到了中国，然后经过中国工匠的巧手，最终就变成了这个精巧夺目的酒杯。让人感叹的是，
此次发现鹦鹉螺碑历经千年，至今仍比较完整地保持了原有的形态。鹦鹉螺作为一种脆弱易碎的贝壳，是经过了怎样的加工才做到这一点的呢？它是用铜来加固，在器物的耳部、扁沿、转角加上几道铜箍，这样呢就是更加美观、更加实用、更加坚固。你比如说在那个被子的双耳，因为它是接触到、触摸到最多的地方，加上几道铜箍之后，可以更加坚固。鹦鹉螺碑的设计可谓是相当精巧，考古专家们对此大感惊奇。在鹦鹉螺碑出土的当天，考古专家们还发现了另一件不可思议的珍贵文物。这是一个透明的碗，这个碗通体晶莹，光泽细腻，纹饰优雅。难以想象，这样精美绝伦的器物来自1000多年前的西晋。考古专家们凭以往经验初步判断，这是一件精美的玉碗。但林留根看到这个碗的照片后，却认为这并不是玉碗，而是一件玻璃碗。这玻璃碗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呢，那个考古队还不知道它是玻璃器，说它是玉器，因为看上去很像玉，有光泽啊，银光闪闪的那种光泽。这个我就人家说是玉碗，我都觉得就比较奇怪。一般在六朝墓里面，这种发现这种玉碗的可能性比较小，是吧？我就问这个玉，到底玉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造型，什么样的一个质地？后来他们把图片传给我，我一看，这个就是玻璃器。在1000多年前的墓葬中发现了玻璃碗，而且做工如此精致，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发现。中国的玻璃制造技术非常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制造原始的玻璃器。但林留根认为，这个玻璃碗并不是中国制造。这件玻璃碗呢，这个做得呢非常好，它这个透明度非常高，一看呢就知道是那种盖纳玻璃。跟国内产的那个千倍玻璃呢差别非常大，千倍玻璃呢那往往是比较浑浊，是吧？透明度不高。如果不是中国制造，那么这只精美绝伦的玻璃碗出自哪里呢？西晋下邳国远在中国内地，和西亚相隔7000公里，为什么西亚出产的玻璃碗会出现在这里呢？难道它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下邳？专家们认为，这个玻璃碗和鹦鹉螺碑不同，它不会来自海上丝绸之路，而是来自陆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前，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以长安为起点，经过河西走廊，到达了现在的中东地区，也就是打通了丝绸之路。原来西晋时从西亚到中国的陆上丝绸之路非常畅通，往来交易也相当频繁。如果走海路，
西亚到中国的海路却要绕过整个南亚四大陆中南半岛，再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中国，全程14000公里。相较而言，走陆路比海路便捷很多。商人们从盛产玻璃器的波斯出发，一路往东到达阿拉木图，接着抵达今天新疆的霍尔果斯，再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最后到达中国东部，全程不过7000多公里，比海上丝绸之路节省了7000公里的路程。在邳州坚要庙村的考古中，竟然同时发现了来自印度洋和西亚的珍贵文物，这着实让人觉得惊叹。我们似乎能够从中看到1000多年前先辈们的背影，他们披荆斩棘，凭借着无畏的勇气，开创了这些艰辛漫长而充满光辉的贸易路线。除了鹦鹉螺杯和玻璃碗，坚要庙村墓葬群里还出土了100多件青瓷，让人叹为观止。此次发现的众多青瓷中，鸡首壶很引人注意。鸡首壶是因壶嘴是鸡首的形状而得名。壶的造型别致新颖，鸡首上昂，仿佛正在引颈眺望一般。鸡首壶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沿用了有数百年。而在这段时间呢，是社会大动荡时期，同时也是瓷器的大发展的阶段。这个吉与吉祥的吉是谐音，也就反映了在这个战乱频繁的年代，反映了人们对平和生活、安宁生活的一种向往。这个圆弧状的东西叫做盘口壶，它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痰盂，这是在东汉至唐代都很流行的一种日用瓷器。这是一个青瓷扁壶，我们可以看到壶口比较小，肚腹呈扁圆状，肩与下腹部装有对称的横隙，这里可以用来穿绳，便于提鞋。通体釉色青绿，胎质纯正无瑕疵，呈现出一种珍贵富丽的气质。这是一个摇釉瓷禅，它是文房用具，也叫水柱，是在磨墨时加水用的。这个蟾蜍形的这个水柱，这个呢虽然是和那个青瓷的辟邪的水柱是有点相似的，是前面上面也有一个圆形的小管子，但是它这个和那个青瓷辟邪那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嘴部它有一个小孔。这是一个瓷壶子，它应该是古人夜间所用的便器。我们可以看到老虎的头高高的抬着，四肢蜷曲着，勾起的尾巴正好与头部相连，巧妙地形成了一个把手。这些贵族们，他们把这些便器，作为一个老虎的形状，说明当时他们对这个生活的细节很追求，他们的细节，这也充分说明他们的生活水准是非常高的。
这是一件外形十分特殊的瓷器，从外形看应该是一件青瓷瓶，但是这个瓶子上却堆塑着很多人物鸟雀，这些堆塑造型非常独特，显然这不是一件普通的瓶子。专家们告诉我们，这个瓶子不是一般的日用瓷器，也不是用于欣赏的瓷器，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魂瓶，它是专门为陪葬而制造的器物。这个魂瓶最早建于这个东汉时期，啊，当时就叫五连罐，就是在一个瓶壳上面有四个小罐。后来发展到魏晋时期呢，它就上面又起了这个亭台楼宇，那有飞禽走兽，还有这个祭玉人卧，就是在那个吹拉弹唱的，就是表明了这个人从这个升到天堂去的那种感觉。魂瓶表现出古人对宇宙的理解，上面的雕塑描绘的是古人眼中的三重世界，海底、人间、天界。像魂瓶这样专用于陪葬的器物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冥器。在监要庙村的墓葬群中，考古队还发现了其他的冥器。这是一个陶制猪圈，也是专门用于陪葬的冥器。它外观与实物非常相似，看起来生动有趣。可是墓主人贵为下邳国的诸侯王，墓葬里为什么会放进猪圈这样的东西呢？在2010年安阳曹操墓的发掘中，也有人提出过相同的问题。当时曹操墓中也出现了一件陶制的猪圈，一度还有人调侃说曹操此人生性怪癖，喜爱养猪，所以才在墓葬中放进了陶猪圈。其实在中国文化中，猪一直是财富的象征。墓葬中的陶猪圈同样是财富的象征，所以在三国、西晋的墓葬中发现陶猪圈也实属正常。当然，在这个西晋墓葬群中，大部分的陪葬器物依然是日常用品，比如这个长方形的陶器，它一共分成了大小不等的15个方形小格。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陶格呢，是用来盛装这个果品点心的。它中间的这些小格子呢，就是按照食品的这个质量和种类来进行分别装置的。它们盛满的时候呢，也可以扣合的，就像现在的果盘一样，也是用来招待客人的。这是一件精致小巧的陶器，它的造型酷似一个小酒杯，但专家们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个喝酒用的器皿，而是有着鲜为人知的用途。这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砖画，现馆藏于南京博物院中，是博物院公认的镇馆之宝之一。这幅砖画创作于南朝时期，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砖画。在这件画作中，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身前的这个杯子中飘着一个小东西。很多人对此感到非常疑惑，
好好的酒杯里怎么有个东西呢？难道是谁在恶作剧吗？其实这个小东西是古人喝酒时常用的器物，它叫酒符。古人呢实行的这个分天制，而古人呢是这个席地而坐，使用的这个影具呢就是说也是不透明的金属器，就是比如这个祭司的发现这个病客人的这个酒瓶里面有没有酒了，古人也发现了，就使用了一种那个酒壶的工具，把它放在酒瓶里面，以便这个及时的给客人敬酒。这是一块陶板，单看外形似乎十分普通，很难让人联想到它的用途。专家们告诉我们，这其实是一件化妆用的带板。这个带板用来，比方说，这个研磨。研磨那种像那个这个松枝啊这类的东西，研磨用来描眉毛的，那叫黛板，是吧？这个黛板就是用来化妆时候用的。此次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许多铜簪，它们是女性常用的饰品。由于墓葬中棺椁和尸骨都已经完全朽烂，只遗留下一些棺椁的痕迹，这些铜簪成了专家确认具体墓主人性别的重要根据。让人惊奇的是，古人化妆用的带板不仅会与簪子一起在女性墓中，在没有簪子的男性墓中居然也会大量出现。难道古代男子也要用带板化妆吗？答案竟然是肯定的。在西晋时期，不仅女子十分讲究妆容，男子也要描眉涂粉。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美男子潘安就来自西晋。相传潘安每次出门都要熏衣剃面、覆粉施朱，在当时不仅年轻女子对他相当迷恋，就连老妇人都对他十分追捧。透过这块沉积岁月痕迹的带板，我们似乎能感受到1000多年前古人们束腰冠带、沐浴熏香、描眉涂粉，在高山流水间放浪形骸的风姿。此前监要庙村墓葬群中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这是一个风泥桶。汉晋以来，一般这个通信往来会用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风泥。这就是在这个新建，一般是在这个新建封好以后，会加封一块特殊的泥，并且在上面盖上印或者是章，以防止别人拆开。这个铜制的桶子，应该就是装这个封泥的。这是一件铜熨斗，修长的手柄前方有个圆圆的盏，这是西晋时大户人家才能拥有的东西。熨斗里面只要装上烧红的木炭，就可以用来熨烫衣物了。这是一件金铛，关于它的用途一直以来都有争议。曾经它被人认为是只有诸侯王才会得到的赏赐品，这些诸侯王只要手持着金铛，便可以直入皇宫妓院，而不会受到阻拦。但是在新的考古工作中，专家们在一些不是诸侯王的墓葬中也发现了金铛。
它跟这个人的身份有关，但是所有的这个用金刚的，并不是说用金刚的都是王室成员，或者是那个，就是很多金刚他可能就是用金刚的人，他身份地位比较高啊，不一定呢就是代表了这个王室的这个身份。考古专家林留根认为，金刚可能并不是男性象征权力的东西，而可能是作为一些女性步摇上的配件。也就是说，金刚可能是身份比较高的人所拥有的一件装饰品。金刚这一类东西呢，就是说它这个实际上就是从汉代啊一直到这个六朝时候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装饰品。凡是用这个金刚来装饰来做随葬品的，它的这个地位都比较高，就是随葬品比较丰富。在一年多的考古工作中，这个史书上只有寥寥数笔的夏邳国似乎在我们面前得以复活。这些珍贵的文物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既真实又有趣的时代。在西晋末年的遍地狼烟中，夏邳国的无尽繁华终成云烟。伴随着黄河的次次泛滥，这个曾经风华无限的诸侯国再也寻不到踪迹。但通过对监药庙村西晋古墓的考古发掘，我们又找回了这个失落的夏邳国。通过这些珍贵的出土文物，我们似乎横跨了千年，走进了那段古老而又神秘的时光。仿佛感受到风流倜傥的古人们剃面熏香、兴师粉黛的别样生活。